嗨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陆条斌。我们忙完了这三天的拱天宫建庙160周年庆之后，紧接而来的就是万众期待的白沙屯三妈祖成教前往嘉义、新港、台西三天的这样的一个战舰活动。三妈祖战舰的第三天将成教抵达我们台西乡来赐福。那这一次最主要是由我们五条港安西湖林主任委员的热情邀约下，白沙屯拱天宫三妈祖答应了前往台西的赐福之旅。安西湖林主任委员并在9月18号召开了欢迎白沙屯三妈祖的这样的一个会议。那会议中邀请了台西乡公所、台西农会、云林区渔会及县议员、吴县议员、严县议员代表会主席及台西乡各村的村长、安海公、慈海公、晋安府，大家一起来讨论如何迎接白沙屯拱天宫三妈祖，请所有与会的所有朋友们提供宝贵的意见，让这一次三妈祖战舰台西能够圆满。这是白沙屯拱天宫三妈祖，也可以说是史上第一次乘着四人台的銮轿抵达台西赐福。我们期待这次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次召开热烈欢迎会议的整个过程。因为伊既然有这心要来，我关心咱大家，咱大家就出来用热的热心来甲伊欢迎。当然，将我们遐来台南遮吼，较是无简单。啊，希望大家吼，早尽量出一点仔心，尽心尽力吼，来为咱安全员做一寡代志。啊，我想我即间这个，咱这个工程局吼，所以嘛，这个吼，广告是做有意义的。啊，希望讲大家拢会使吼，就是大家拢爱。尽一份心力啦！即以咱安西府吼为主体，啊，看要安怎做，吼，会来尽量配合吼，哦，安西府吼，处理的困难处理，吼。欢迎白沙屯妈祖来到台西，感恩祈福，啊，希望咱所有的台西乡亲做伙来甲妈祖拜拜。八条外的府主牌桥，吼，接驾伊个八条外，所以会到主牌桥啦。啊！所以我讲，所有咱来乡亲啊，是信徒啦，吼，要来去讲，啊，讲的是，透早在咱府主办公室，来因接驾因落来，啊，了后因路线，当然三妹伊安那行，伊是大概路线，吼啊，因为主要是要来晋安府探安西府啦，啊，所以伊安行，伊可能爱西路到晋安府，再去到安西府，啊，咱嘛是讲希望吼，大家过两路，所以会当。大家的乡亲，我所有信徒大家讲，尽量会当来到咱珠海桥接驾来参加这个开会，我无限的感谢与欢喜啦！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！欢迎白沙屯三妈祖来台西祈福，再会！白沙屯妈祖网络电视台。